你终于来到这个红树林生态公园，都挺大自然。这里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公园，其中一个他们很 promote 的，给小朋友攀爬。好了，行过去。他怕。行啦，不要怕，拎完这里，拎完这里，拎完。不怕啊，爸爸在这里啊，给点勇敢点，拎住这里，不用怕的，是动的，这样就好玩了。来试一下，不怕都不怕啊，不怕，这样踩住，是啦，踩住这里，然后这个脚踏在这里，踩住这里，不怕好啦，我哋咧终于行完呢个红树林生态自然公园啦。咁咧呢个公园咧就同平时香港都差唔多嘅，都系一个普通嘅公园。但系有咩卖点就系头先有个位置系可以俾细路仔方便，佢系用一啲好大自然嘅树木咧，系一啲嘅设施，例如有沙啊、有啊千秋啊、平衡木啊咁样咯。系啊，不过今日咧有啲晒，而且有多蚊，所以我建议都系春天嚟会比较好啲。夏天嚟咧就會曬死。好，咁我哋出發去下一站，去商場啦，就係萬象天地。好啦，我哋终于咧嚟到呢个万象天地。就是前菜啦，我哋就嗌咗个 set lunch 嚟到呢个环境食嘢。我呢个牛嚟嘅，鳗鱼同牛，你食边个？有面包。
哎 ，bless you。我哋就嚟到呢个餐厅食啦。好啦，我哋啱啱食完啦。咁呢一个咧，我哋随意拣就系88蚊一个套餐啦。咁就有咩拣呢？就系有啲牛肉饭啊，同埋猪扒饭嘅，咁样系以人民币计算啦。咁上一次咧港币咧又系88蚊，又系食个 set lunch 啊。咁我觉得呢度都几抵食嘅，系啦，讲真。同埋我最欣赏系佢啲服务态度超好咯。系啦，真系咧，佢见我大肚婆咧又扶上又扶落啊 ，B B 车又帮手抱啊，咁头先阿仔又瞓觉嘅时候咧，佢又无端端摆喺个 sofa 度俾张被佢冚啊，我觉得呢度嘅质素真系争好远咯，香港做唔到啊呢啲嘢，系啦，咁所以我特别推介有人嚟到万象天地，唔系系啦，万象天地嘅商场嚟到呢一度可以食下呢间餐厅，好啦，咁我哋出发去周围睇下先。这个大陆呢就卖紧 Tesla， 有 Model X 就卖紧74,900元到，系啦。咁头先嗰个 sales 话咧，其实香港卖比大陆贵好多，贵少少，系啦。咁呢个就系 Model X， 同埋佢哋话基本咧系黑色嘅，就唔系白色嘅，就系嗰个价钱啦。好，出发。咁啊，不嬲！如果大家睇咗段片都知道，我哋用 Upper Baby， 咁啊，同大家睇下呢度大陸買嘅幾多錢先。如果淨係買嗰個架咧，睡攬咧就1899，如果要買嗰個推車咧就5999。如果下面買啲配件，卡拉卡拉咧都幾百蚊，5999啊，老公。幾多錢啊？原價。原價標價1000蚊啊！我買700蚊，唉，我唔知啦。咁我哋買得抵啲啊，呢度。喂，你唔好成日交錢其他品牌，即係全部都係買 B B 啊，後面玩具我哋唔買，走啊要。如果唔係阿仔就唔肯走。不過呢度幾得意嘅，同埋咧俾大家睇下，呢個係好出名嘅喺大陸。呢只公仔我唔知佢叫咩名字，出名在於係佢啲公仔好軟熟，摸落去係啦，咁啊有唔同顏色，好搶手，但我就冇乜興趣啦。就係咁啦，玩具反斗城，舊年嚟過啦，不過喺香港，而家喺大陸。好，我哋行下先，行拖實啊！对门咁样打开喎，系咪啊？哇，好犀利喎！啊，呢度唔系车车嚟噶，后面先系车车啊，后边先系车车啊。Thank you.
佢个名唔系叫乌乌。嗯，佢拍猪哦。中俾我見到呢度製造呢啲嘢，香港冇得買，係啦。呢個玩具可能係呢度大陸嘅品牌嘅玩具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咧？好搞笑咯，係啊！每份玩具59.9，好搞笑啊！佢真係係啦，呢個指定品牌，仲要話買滿200蚊就減20蚊，我又真係未見過嘅，不過我未見過呢個字咁解啫。看到這個夾挺好的，放小朋友呢可以上面坐上去，因為呢有時候我兒子不太喜歡坐這些車，他這個挺好，不過這個價錢呢就1699元，是的，設計是挺好的，但不知道耐用性有多大咯，是的，就是這間店。好了，滿心歡喜以為呢有個兒童樂園呢給小朋友玩，即是純粹是一個爬攀爬的地方，誰知原來這個要付錢的，系啦，仲要價錢都唔平，我俾大家睇下。嗱，呢個就係佢嘅價目表啦。咁如果你玩6個月咁樣啦，咁就大概1500蚊。如果玩12個月1年咧，就3000蚊。係啦，仲要分等級嘅喎。咁啊，分分鐘仲貴過香港啊！我諗住香港貴嘅啦，300幾蚊玩。1.5-2個小時，點知嚟到呢度，哇！價錢仲優美，唔使玩啦。其實我覺得小朋友唔需要咧俾錢玩呢啲，以前我哋細個邊會係咁噶，係咯，求其一個公園都玩到啦，係咪啊，老公嗬？使乜俾錢噶？真係好貴啊，真係，係咯。同埋之前玩咗1-2次，我覺得夠噶啦，因為差唔多嗰啲設施都係一樣，再加上佢兩歲都唔知道玩得啲咩咩。哎，系啦。哇！呢個係自制噶啦，開始啦，跟住咧你就自己揀啦，揀你想要嘅公仔。哇！咁樣咯，自己揀。都幾得意喎！呢度係冇啊，香港冇。值得推介嚟呢個 Uniqlo， 因為咧佢有4層樓咁高，係啦，同埋咧啲款比較多，同埋佢可以自制嘅衫添，係咪啊，老公？係啊，我老公都買咗幾件。好，出發。好啦，呢個萬象天地咧，我哋咧就終於完結啦。咁我哋都夠鐘翻去啦。其實而家係下午4:00多，但係我哋唔想過關咧，陣間咁多人，所以咧。我哋決定早啲翻去啦。咁呢個商場咧，其實咧，我印象中喺2019年咧嚟過一次噶啦，係啦，同嗰啲同事。咁我記得呢度係有成品嘅，點知咧
到今年2024年咧，今日係同老公嚟咧，已經係冇咗成品呢回事，仲要個 security 同我講咧，成品係改咗名添噶噃，跟住我就拗爆頭，唉，咁算啦，咁唯有就係翻香港再睇下成品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嚟睇下嘅，特別如果你有個BB 嘅話咧，呢度有好多 BB 衫啊、BB 嘅產品啊咁樣咯。系啦，咁附近仲有个玩具反斗城，都几啱小朋友行啊去睇啊咁样咯。咁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条片嘅分享咧，就记得 like、share 同埋留言啦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啊 ，Benjamin。拜拜。拜拜。